不欢喜一个人走来走去，但是却习惯了一家头。钥匙锁到门洞里，习惯了每天两点的金属碰来碰去的声音。每趟烧饭，习惯拿剩下来的物事放到冰箱里，习惯了等伊拉发酵以后顺带便关脱。但是我晓得，那个世界浪向。太阳从来没所谓的升起过，地球的自转产生了黄昏跟黎明。我白天夜到珍惜我自家，就为了碰到侬。自从拍了《后会无期》以后，那个全国各地吧都过来了，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。像现在中国的话，这么好的海已经很少了。很多很好玩的人，然后遇到很多很好玩的事情，也是很特殊的一个经历吧。我拍了一张照，然后发朋友圈，誉为中国的马尔代夫。对，年纪大的不愿意走了，然后在沈家门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边渔风还是比较淳朴的。就觉得外面的世界还是很多精彩的东西，想更多去了解一下吧。不能说完全的去与世隔绝吧，肯定还是要对外界有联系嘛，不然一个人的话，你天天好像这个日子过得有点，就每天都是一个样。会吧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，离开家一段时间肯定是要回来的。真的，还真的很好，我也不愿意到外面去。